There's only you and I, and we've got no shot。轻快歌舞，爵士曲风，奥斯卡奖大赢家《越来越爱你》，男女主角雷恩·葛斯林跟艾玛·史东看着唯美夜景对唱，浪漫又经典，连宣传海报也选用这个场景，但被人一恶搞，气氛全没了。一样的场景，一样的夜色，但仔细看，男女主角怎么变成狐狸跟兔子？再看细一点，电影英文名称《La La Land》改成《Lamb》羔羊，海报人物也成了动画片《动物方程式》的主角，连雷恩·葛斯林的名字都被改成雷恩狐狸，全都跟动物有关。原来一切是动物方程式制作团队搞的鬼，酷手奥斯卡入围电影的海报让这群动物角色大闹一场。行军、钢盔、步枪，还有爆破大场面，铁血战争片《钢铁英雄》看得让人热血沸腾。但如果把战争爽片融合《欢乐好声音》的角色，海报就成了这样。充满烟硝的战场怎么会出现一只猪？原本冲锋陷阵的阿兵哥直接被劈成猪大妈，其他像走音天后梅姨跟大帅哥休格兰也被恶搞成 B 老大老鼠妇女党，一步步入围电影，一哭手动物上去让网友笑翻，无伤大雅的恶搞反而增添奥斯卡奖的乐趣。记者洪希宇、宪林台报道。